Hello，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。网路就是为了要替代马路，你在马路上是个咖，到网路上才会是个咖，所以它是一种不断的改变。如果说有人问我说，你现在还做餐厅秀吗？做工地秀吗？做校园演唱会吗？那你就是外行了。时代不断在改变，进入网路世界里面，我们也就变成了网红。所有好朋友记得点赞一下，然后按订阅，小叮当，小铃铛了，爱你哦，呀、yeah。